从这里进来是我们的微生物实验室，从这里开始是医用冷藏箱，主要是放我们的皮米，和我们的印尼西培养基以及仪器试剂。这是我们的纯种存放的冰箱，我们存放的品种主要有一些蔬菜高杆菌、金黄色葡萄球菌，然后以及以下这一些品。接下来是我们的一个实验桌，这边依次是电陶炉，这是我们已经清洗的一些仪器品，这是我们的一个清洗位。 这是我们的一些带清洗、比灭菌带清洗、单灭菌的一个柜。这里是我们的霉菌培养箱，以及我们的生化培养箱，里面主要放一些细菌和霉菌的培养。从微生物准备间进来之后，是我们的两台灭菌柜，一台是用于我们的。 灭菌前的一些灭菌操作，一个是用于我们灭菌后的一些废弃物的灭菌操作。